现在是什么状况？我们要走去哪里？我们要去吃豆花。吃豆花？是白水豆花吗？很有名哎，白水豆花很好吃。什么叫白什么？白水豆花。白水豆花。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来，大胆，然后在心里的，看不到你的相片了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有你？我爱上了你，你在哪里？真的假的？看不到你的照片啊！杰任，我是从你的通告被扣的。好，谢谢，谢谢，小爱的爱，雨辰如何？有一种小爱的感觉。真的，你知道小杰教练刚刚让我们欢迎。小爱，来一次。谢谢小爱，谢谢爱家，太好吃了，谢谢小爱。他会做一些小蛋糕、小饼干，然后时不时就会拿出来给我们吃。不好意思，老板，好贴心哦。你会很想他们，对不对？有一点，真的不是有一点，是真的。对啊。为什么是有一点？因为说真的，家了，对啊。我现在回到家，等于就是住在饭店的感觉。有一天晚上，然后我带我们家这个艾拉讲一起睡觉，我就跟艾拉讲说，爸爸明天要去上班了、喔，然后妹妹就跟我说。是我起床你就不在了吗？哦、oh. ，然后我就说对，然后他就默默的转过身来这样抱住我。哇、wow. ！今天早上我起来整理行李，然后他听到声音，我准备出门，那我就听到有脚步声咚咚咚咚咚，然后妹妹冲过来，如爸爸的抱住我。他还为了你早起要看你，对不对？对，跟你说拜拜。对，然后计程车还等我五分钟。天哪，在拍电影、啊，我哭了，又要哭了。Yeah!